我今天见到乡村斑马给咱们同胞了，养成做官我祝你斑马壮的喜事的。过去我看着我们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晓小时候送给了斑马石头，我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挣钱不就像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老做乱的做寻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栋做栋的梦，我这做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挣钱不就像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了。苏州的苏新街路，新郎上一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档的摩托车，坐着车上个人上街道，这不能挣钱不就，像是你这些道，这钱我就拿走了。苏州的苏新街路，新郎上一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档的摩托车，坐着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动，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动，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动，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我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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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我马红把子个人把马石动，我接拉的江苏话的边的，他说刚的那边咋不叫声？那当我帮他说些话的，就当关心别人咋的说，穷的连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刚到这批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这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这种的马人们在这等我的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人等你走家这的就照着当着你沿着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多的几斤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是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你要是见不走的你没想说你没见不了家把个人当安装都什么都能把自己讲了相残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人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比较幸福的这个生活。嗯，那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追求的目标啊，自古以来无论是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是任何一个哲学都在讲人的生存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幸福。那么人到底怎么样这个幸福啊，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幸福啊，活得幸福的途径或者是方法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幸福。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件事。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近几年幸福似乎就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幸福突然间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热门话题呢？幸福不就我们自古以来所有人都不就在追求吗？为什么现在它就变成一个热门话题呢？这个有好几种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也就是三四百年前对这个幸福的认识或者以及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今天就发生了变化还有呢三四百年之前我们认为可以获得幸福的很多的途径或者很多的方法今天我们看来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个对幸福的认识对幸福的这个定义还有就是怎么样获得幸福的方法都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想象当中的幸福是什么今天我们比如说二十一世纪的人
要去追求幸福的话，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去追求？到底对我们来说啊，幸福是什么？嗯，比如说16世纪、17世纪时候的那些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心目当中的幸福是什么？嗯，他们认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获得幸福啊？那么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是过去的这种想法，还是是一种新的理念？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一个话题啊。所以今天呢，就变成这个幸福就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图书馆啊，或者是这个书店啊，进去的时候就关于幸福方面的书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都在讲幸福啊，或者是都在讲这个怎么样获得幸福，就是这类的话题。那么佛教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啊？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这方面的啊。我今天讲的呢，这个不是佛法，我们今天没有不是讲佛法，那我们是讲什么呢？就讲释迦牟尼佛的人生哲学啊，就是这方面的。那我们的题目刚才郭老师也讲到了啊，我们啊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幸福感？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题目啊，就是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这个我们今天的讲座的这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同意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没有幸福感。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从全球的视野看也是这样子，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当中看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一点。但是比如说对没有一个信仰的人来说尤其是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没有任何的信仰，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这一生当中的幸福除了这一生当中的幸福以外没有更高的这个追求也没有人也没有成人这个下意识再下意识这样子的生命的轮回也没有成人这个更高的佛教讲的这个成佛呀解脱呀或者是其他宗教讲的死了以后就是这个就投身到这个天堂没有这些那么唯一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一生当中过幸福的日子，这就是没有信仰的人的唯一的追求，就是这样子那么我想对他们来说这个怎么样找到幸福，这是更重要了相对而言有信仰的或者是学佛的呀，或者是学其他的人来说，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获得幸福，但是呢还会有机会的，至少他们认为还会有机会的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获得幸福，但是呢还是这个不是这个彻底的失败，他还会有机会的，他可以努力，他还有新的这个希望比如说人走到70、80、89岁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也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有信仰的人来说那这个时候虽然是这一生都已经走完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这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新的希望他有新的追求，他也有新的理想这个他的是争这两个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这个观点谁的对谁的不对，这个我们今天不说至少他们认为还有可以追求的东西还有希望这样子。另外一个呢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
在这个世俗当中啊，他虽然是没有活得幸福，谈不上，但是呢，他有一种啊，他有一种超越世俗的一种这样子的理想啊，这样子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在任何时候鼓励他啊，陪伴着他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无论是他是贫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都有一个更崇高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个目标啊，他没有超越世俗，所以在这个世俗的坎坷啊，或者是这个起伏当中啊，他的很多时候他的这个目标会受到啊各种各样的冲击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所以他有些时候这个有些时候他的这个目标会彻底的会崩溃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是有钱的啊，有地位的，有名声的，但是动不动就是说不想活了啊，活着没有意义了啊之类的话啊，我们经常听得到这样子的话。这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啊，没有超越世俗，就在这个世俗的范围当中啊。那么世俗的东西都是有变化的，随时都有变化啊。有些时候这个变化的这个变化的啊起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设定在这个世俗的当中啊。没有超越，就是在这个世俗的范围当中。那么世俗的东西变化了以后呢，然后他的目标就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甚至是在这种情况，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情况下，会他的这个目标瓦解崩溃都有可能这个时候呢，人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活，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如果这个时候做不好的话，人会选择一些极端的路所以我们每年都有20多万人去自杀200万人就是去自杀了，但是呢没有成功每年都是这样子，平均下来都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不是因为物质缺乏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选择这条路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为什么呢？这时候呢，我们的心中总有一个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就处于比较艰难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中总有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发财我们大家都认为我这样子拼命的去努力工作，这样子的话有一天我一定会发财的那么发财的那一天，从那一天起我和我的家人一定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至少在他的想象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他一定会往这个目标走的无论是面对再多的这个艰难困苦，他还是要去，他愿意面对这一切这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子的追求但是有钱以后那就是这个情况就发生了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有了钱温饱问题解决了然后呢，生活的从物质的角度讲，生活的所有的这些基本的需求也都已经满足了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对物质的这个期望是非常非常高我们认为只要我有钱就会幸福的有钱我还不幸福，这个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说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那么那一天我怎么可能不幸福呢？我一定会幸福的这是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想法那么我们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呢，那是完全就不是这样子了这是我们出乎意料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
这些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啊，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啊，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幸福啊。可以这么说，没有钱啊是很痛苦的，嗯，没有财产是很痛苦的。但是呢，有财产啊，是不是幸福呢？它不是幸福，嗯。所以，就是21世纪的时候呢，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啊，它的这个平均的啊这个。那人的收入已经达到很高了，嗯，这个时候呢，他们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质有零距离的接触啊，然后他们先感觉到这个空虚啊。首先，他们知道了这个物质是不能带来幸福，嗯，带不来幸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生活才是对的啊。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追求了。为什么呢？没有信仰啊，已经没有信仰了，什么天堂啊、上帝啊都不承认了，嗯，然后我们什么极乐世界呀、成佛也不追求，嗯，就追求眼前的物质啊，物质已经得到了，嗯，都得到了，但是呢，我们想得到的其实实际上就是不是物质，实际上是幸福啊。说准确一点的话，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实际上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啊，我们把这个幸福跟拥有啊物质两个，我们在这个之间画顿号，我们认为这两个是一回事。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幸福。但是呢，我们的这种啊理想怎么样去实践？啊，那就是去追求物质，这是我们的方法。嗯，这个时候没有信仰的人啊，没有信仰的人，他又没有超越世俗的这个目标。嗯，那么世俗间的这些东西，世俗当中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幸福呢，啊，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啊，就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幸福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和一条狗啊关在一个房间5天啊不吃不喝，嗯，那么5天不吃不喝，第6天两个啊生命同时放出来的时候啊，同时从这个房间放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他们两个第一个追求是什么呢？啊，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食物啊，就是食物，因为他肚子很饿。啊，所以人也要去找食物啊，狗也要去找食物。这个时候的追求啊，不是艺术啊，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而是食物。嗯，这个时候的啊，那么我们人就是人类，整个人类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这样子分啊，什么时候是啊？像刚刚人从这个不吃不喝的这个房间刚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大家认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啊那一个阶段是这个时候，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那么放出来了以后呢，他们两个的追求就是食物啊。那么追求到了以后呢，狗。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动物啊，它填饱肚子以后呢，第二个追求也是填饱肚子，那第三个也是这个，没有别的追求，嗯，那么人啊就不一样了啊，他第一个这个他的第一个啊这个追求，他追求到了满足了以后呢，那么第二个他一定会有一个啊更高级的追求了。啊，他永远都不会停留在这个追求上，这只是人与动物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人就是有这个智慧啊，有思考的能力，他有比较高端的这个价值判断的能力啊，所以他的追求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食物上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到今天。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我们就不说人类历史，我们就说我们的历史。嗯，那么从几岁到几岁是从
从这个房间不吃不喝刚刚放出来的阶段啊，然后呢，从几岁到几岁是啊填饱肚子以后的阶段啊，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我想基本上都是有这样子的阶段啊，整个社会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过程啊。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过程啊，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一个家庭啊，也有一个从贫穷啊到物质，至少物质方面比较富有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一个家庭啊，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有这样子的过程。那么这个两个过程当中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两个过程当中的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第一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当中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啊，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已经不是幸福了。这个，已经这个是不是幸福啊？第一个啊阶段当中，去追求幸福的方法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当中已经不是方法了。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当中已经不是幸福，那么第二个阶段当中的幸福是什么呢？追求幸福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啊，这时候大家都很迷茫的，很迷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说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什么？啊，追求幸福怎么样追求？所以二十一世纪啊，幸福就变成这么热门的话题啊。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就像一条狗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永远都会，我们的价值观永远都会停留在一个，比如说启蒙运动啊这前后的这个价值观啊，或者是在这个之后的价值观啊，永远都是这。如果永远都是这种价值观，那么这个幸福已经是在那几百年前就已经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已经有一个标准了。我们今天不会说，不会再去谈论啊，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这个没有新的这个追求的话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啊，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就是已经说的很清楚，几百年前啊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这个就是东方西方啊。这两个文化当中，就是几百年前之前对幸福有一个很固定的大家公认的一个标准啊，然后呢追求的方式方法也有一个标准，这个我们没有必要今天去谈论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些时候的这些时候的这个定义和方法啊，今天已经不能用了啊，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拥有幸福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幸福啊，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幸福了啊。那个时候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是痛苦，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幸福对我们来说不是幸福。为什么呢？我们的要求已经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已经不是温饱问题了啊。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全球啊，九亿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啊，但是呢，我是说，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啊，那么那个时候认为是幸福的，现在就不是幸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大家都说，到底那是什么是幸福呢？啊，那我们那时候的幸福是不是幸福？那个时候的追求幸福的方式也不是追求幸福的方式，那么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就是啊，就变成一个这么热门的话题，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啊，都是这样子。再以后呢啊，比如说啊，你们的儿女、孙子，或者是再后面，然后他们的价值观当中的这个幸福是什么？这个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估计的，他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是什么？这个我们今天是很难说。但是呢，我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就是有一个对这个幸福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啊，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谈论啊。那么到底新时代啊，新世纪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啊？
这个新世纪的这个追求幸福的方式又是什么啊？这个我们有必要谈论啊。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得选一个这样子的题目的原因啊，也是这样子。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可能有很多不学佛的人，我们前几天也就要求，这个讲座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参加太多的这个佛教徒啊。佛教徒呢，他有他们的价值观，就他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啊。那么这个位置呢，就尽量的让给其他还没有学佛的啊这样子的人啊，学佛不学佛，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啊。这个我们也没有要求所有人学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的时候，都不是全世界的人学佛啊，不但是全世界的人，而且印度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时候也不是全国人是信佛的啊。包括离释迦牟尼佛最近的一个城市里面，当时是有60万人口啊，但是这个60万人口是不是全部是学佛呢？也不是啊，也不是。所以今天我不可能所有人都学佛的啊，无论是你的理论再好也好啊，这个路再好，也这个不可能。人的这个想法，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佛不学佛呢是另当别论，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就可以过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呢，他的唯一的追求就是这个，就这一生当中的幸福。那么这一生当中的幸福都没有得到的话，那么没有任何的追求了，那么这个真的是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个很残忍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没有信仰的人，也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至少他自己的追求啊能够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自己的目标高与不高，对与错，这个我们不讲啊，至少我们希望至少能够达到他自己的目标。这是他自己的追求。如果这一点都没有达到，那真的是非常的失败呀，很失败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成功啊，成功人士，什么叫做成功人士？我们的所谓的成功就是用钱啊来衡量啊。凡是有钱的人啊，无论是他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手段是什么样子啊，无论是他个人有没有幸福感啊，无论是他的这个人品是怎么样啊，凡是有钱的，我们今天都叫做成功人士，都叫做成功人士。凡是没有钱的都不叫成功人士。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有钱啊，那么没有幸福的话，那这个到底这个叫不叫做成功人士？我们的目标啊，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目标到底是幸福还是金钱啊，这个很重要了。美国新闻周刊这个杂志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来说啊，这个每一个人的心中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啊。他问的是什么呢啊？金钱与幸福当中啊，我们最需要的或者是更重要的到底是哪个？这是他的问号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让我们回答的话，我们怎么回答？就像我们过去这样子回答啊，金钱跟幸福当中那个重要？不能这样子问问题。有钱就是幸福啊，幸福就是有钱啊。这种问题过去有可能啊，这种说法是可能很多人会赞同的。但是呢，今天啊，也没有人赞同了啊，也许就是可能不知道的少数的人会赞同啊，或者不知道的人才赞同。那么我们只能选一个啊，这个当中只能选一个啊，要不说我们就是要有钱啊，要不就选啊幸福
但是我们还在停留在什么样的阶段当中呢？我们还是这个多数的人来说多数人来说，由谦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了现在是基本上是由谦之后的这个相互之间的悬浮攀比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当中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历史这个阶段会过去的由谦了以后呢，大家都去比这个大家都去攀比的这个虚荣会过去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还没有过去，我们正好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也许会选择有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钱的话那我个人的生活，从我个人的生活角度来讲，我很开心，我很幸福。但是呢从虚荣的角度讲我没有面子呀没有身份呢。没有地位我的亲戚朋友都会嘲笑我呀，都瞧不起我呀，包括我的亲戚亲人都会这个人很没有能力不会赚钱呢，他都会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虚荣的所以我们今天停留在这个虚荣的阶段当中。当然不能这么笼统的说，但是呢，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大多数的人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不是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我的同事开的车比我的好背的包包比我的好或者是住的这个房子比我的好，所以我一定要赶上他，或者是要超越他为了超越他，我宁可当房奴车奴这样子吗？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虚荣的这个阶段当中，我想我们可能也许会选这个有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可以选但是一定要知道，幸福永远都不会有的只能选一个，幸福是不会有的这个时代会过去的也许我们在座的人比较老的时候，可能这种阶段会过去也许你们的这个儿女他们的时候这个会过去这个什么时候过去还不好说这个要很多的因素，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去谈论幸福是很重要的，我们尤其是我刚才讲的，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个特别的重要，我觉得那这是我讲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选一个这样子的题目的原因是这样子。我就是希望这个有信仰没有信仰这个是不重要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过上一个幸福的，至少他自己定义或者是他自己认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幸福其实是没有一个全人类共同的定义到现在也是没有的但是呢，至少他自己心目当中这个确定这是幸福的这种标准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样子以后呢，那他虽然是没有信仰但是呢，他至少在这一生当中他想要的就得到了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那连这个都没有得到的话，那么人真的就是人的生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难说有信仰的人呢比如说国外的宗教的这个所谓的天堂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也好这个实际上是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至少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追求他在一个领域当中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呢他另外还有追求他没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追求那么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没有得到，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我们要去探讨这个
到底怎么样幸福啊？怎么样才人才是幸福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过去的这个想法是，那个年代啊，我们不能说过去的想法是完全是错误的啊，不是说西方思想家，像伏尔泰啊这样子的这个西方思想家啊，他们的这个幸福的定义以及寻找幸福的方式，我们不是说完全是错误啊，至少那个年代啊，这个是有用的。那个年代的人的心目当中的幸福是这样子的，嗯，但是我们不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新的世纪啊年代当中。那么我们就这些东西很多，以前的这些都已经变化了，嗯，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的这个目标呢，就在这个就锁定在这个世俗当中啊。那么世俗的东西都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变化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要重新的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对幸福需要有一个新的定啊，新的这个定义，嗯，新的方法，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啊，学佛当然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今天不说啊，佛学佛的功德啊，不宣传，嗯，然后呢，我也不宣传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的这个它的优点啊。今天是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嗯，人的这个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话啊，这是我们所有凡是人都需要的东西，这是，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啊，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很混乱的啊。各位也许看到过一本书啊，这本书的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嗯，那这个当中啊，就参与了155位啊全球的顶级的啊大师级别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啊、经济学家啊等等啊，就非常顶级的人物啊，就坐在一起，大家谈论啊。幸福是什么？嗯，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有些人说啊，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哦，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周游全世界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幸福就是一杯水啊啊。那么到底幸福是周游全世界还是一杯水啊？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无论是周游全世界也好，稳定的收入也好啊，或者是一杯水也好啊，这些都不叫幸福，这个不是幸福。嗯，幸福是什么？嗯，幸福是我们的人的内在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啊，叫做幸福啊。一杯水它的属性是物质啊，那么幸福是我们的精神的一种感受啊，它的属性是精神，并不是物质啊。当然啊，有些时候一杯水也是给我们可以带来幸福啊。比如说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做这个工地上啊，做这个最粗糙的这个工的工人啊，就在比较凉快的地方坐下来啊，喝一瓶矿泉水。这肯定是幸福的，嗯，会给他带来幸福。所以他说幸福是一杯水，没有错啊。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子的，嗯，和睦的家庭那当然肯定是幸福了啊。但是呢，家庭和睦跟幸福之间呢划顿号，这个是不对的。嗯，因为有些人家庭很和睦，但是他不幸福呀，他不开心啊，嗯，所以这个也不是幸福。但是我们可以说，因为家庭和睦它是一种啊，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一种啊途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它不是幸福啊，这个要是分开的。嗯，幸福永远都不是物质啊，幸福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啊。这个当中我们可以这么分啊，幸福和快乐啊，这两个当中啊，比如说从韩语来讲，幸福是什么，快乐是什么，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啊？
当然，有些时候幸福和快乐都是一个意思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当我们的眼睛啊、耳朵、眼、耳、鼻、舌、身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视觉当中啊，出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比如说一朵花啊，或者是其他的啊东西，或者是我们的耳朵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听觉当中，就是产生了一种非常啊这个好听的啊音乐啊，那么这一类的眼耳鼻舌身啊啊，我们的五种感官，它啊这个接触外面的这个物质啊，通过这种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感受啊，一种感受啊，这叫做一般情况下这个叫做快乐，这就是快乐，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啊，有快乐有没有幸福，这个不一定的啊。比如说人啊，坐在非常舒适的地方啊，那他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坐的地方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不开心啊，不开心的，所以他没有幸福感，眼耳鼻舌身可以享受这个物质啊，享受最顶级的物质享受哦，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快乐的啊，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没有幸福，这样，那幸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用佛教的语言讲，这叫做第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这个就是从一到五啊，五种感官就是从一到五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思维啊，比如说平时我们去就分析判断啊的这个思维啊，这叫做第六意识啊。那么有些时候啊，没有快乐，但是他很幸福啊，比如说他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不好，但是他非常的开心啊啊，非常的开心。这时候呢，没有快乐，没有眼耳鼻舌身的快乐，但是有幸福，有幸福，所以幸福呢，它是一种啊，这个当中我们讲的，无论是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啊，他们都不是物质啊，他们都不是物质，他们都是精神的一种感受啊。快乐呢，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一种感受啊。幸福呢，是我们第六意识当中产生的一种啊，一种这个啊这个感受，都是感受啊，所以这个跟物质，它的属性不是物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的啊，稳定的收入啊，这个一杯水啊，这类的都不是物，都不是这个幸福啊，但是呢，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啊，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这个因素，一个客观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都可以称为是幸福。那这个是因为物质啊，因为物质它啊幸福它不是物质，所以啊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幸福感跟物质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是我们啊有些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有钱啊跟这个幸福啊其实是两回事啊。西方心理学家啊研究了以后呢，他们认为有钱跟这个幸福之间啊没有一个这个成正比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啊。有关系的话，也就最多有10%啊，到15%啊，幸福感跟物质之间只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关系啊。除了这个以外，不是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啊填饱肚子以后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多人听不进去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啊这个比喻，比如说人和狗啊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啊，给他放音乐他会听吗？啊，不会理你的啊。给他讲哲学他会听吗？他不会听你的啊。
给他讲宗教他会听吗？他也不会听啊。唯一的他需要的是什么？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食物吃的东西啊，才感兴趣，所以其他的任何都不感兴趣。那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只对钱感兴趣啊，为了钱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啊，为了钱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啊阶段啊，这个发展的阶段已经在这个可以定位了啊，定位。但是我们不会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地方啊，一定会，这个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啊。但是我想啊，至少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现在再下面是什么呢？我想在以后的这个，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这个事情的话啊，那么在未来的这些啊10年20年30年50年谢谢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是物质啊，是精神。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经历了，已经过了啊，然后现在到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填饱肚子的这个阶段了，已经吃了一顿饱饭了。那我们是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会有新的想法，会有新的追求啊。那么新的追求，物质跟精神以外还有什么没有啊？我们人本身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总合体啊，是人，这叫做人。那我们人的生活也是有两种啊，一个是物质生活，另外一个是精神生活。那么物质生活我们基本上啊这个解决了啊，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这个需求啊，至少以后没有什么突发性的事情。这样子的话，那以后我们需要的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东西，这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是自然的规律，这是一定会是，只要是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佛法或者有信仰没有信仰，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呢精神生活这一点是的确是非常重要啊。你们不能说啊，因为我不信佛啊，因为我不相信宗教，所以我不需要生这个精神生活啊，不能这么说了啊，这是两回事。精神生活，人如果人啊是完全是一个物质啊，完全是物质，启蒙运动的时候啊，有一些西方思想家就是喊出来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呢？人就是机器啊，人是机器。如果人真的是一个机器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机器啊，它的冷却系统、燃料系统，所有它需要的这个水也好，它的这个燃料也好啊，还有这个电也好，都有了啊，都有了。那么它还要需要什么呢？它不会有什么更多的需求。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机器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所以呢我们还需要还去追求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新的这个追求。但是在这个新的追求当中啊，如果这个新的追求如果不追求的话，那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就是我们会进入什么样的状态？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越来越没有幸福感啊。那到底是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幸福感吗？是这样子。这个是有科学的这个研究，有数据啊。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家与这个经济学家啊，就长达半个世纪的啊，就是50年当中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有很多的研究机构，所有人的这个啊结论啊都是一样的啊，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是什么？那只要人类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幸福指数以后啊，一直都在下降啊，这个幸福指数没有增长啊，一直都在下降，包括美国、英国等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幸福啊。
当初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说是他们自己很幸福啊，然后再过几十年以后，这个调查的时候呢，那么原来的这个数字呢，已经都在往下坡路走，从来都没有增长过，从来没有增长。这是因为人有新的追求，然后这个新的追求没有得到的时候呢，过去的这些所有东西过去认为是幸福的这些东西，那就到手里的时候它不是幸福了，它就不是幸福。释迦牟尼佛以前讲过这个物质的享受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是喝盐水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矿泉水里面加食用的盐然后去喝的话那么越喝越口渴它永远都不会解渴的越喝越口渴。物质享受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不会调整的话，那么是一个无限的一个膨胀这个欲望是这样子，所以得不到幸福。这个时候呢，需要有我们要懂得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寻找幸福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是一个动物的话，那么它不懂它一直都是这种当初的这种追求，它永远都是这种追求。但是呢，还好，因为它不懂得太多的事情，它不知道，所以它也没有更高的追求，所以它填饱肚子以后呢，它还是幸福的，它有幸福感它有它的幸福指数，可能我想可能填饱肚子以后会更高，而不会更低。为什么他不懂得追求太多的东西了？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的太多看到的太多硬广告、软广告等各种各样的手段，让我们看很多很多有钱人的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这个有钱人的生活的方式私人的飞机、游艇等等等等，让我们去了解。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物欲欲望那么刺激了以后呢，人心人的这个欲望通过这种方式刺激的时候，它立即就会变成一个，如果我们自己去不控制它的话，立即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它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是发展的动力，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欲望有可能让我们发展到健康的这个道路，有可能它使我们发展到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有可能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欲望然后正当的手段他得不到这个物质的时候呢，那么他会选择一个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所以西方就是美国从60年代到2000年之前的这个40年当中，他们的物质收入就是翻了3番，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子，问题叫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离婚率就是增长了2倍，青少年的自杀率增长了3倍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就是增长了4倍增长了4倍，因为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去刺激人的欲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就因为欲望，就是因为这个现代文明就刺激了他的这个欲望以后呢，然后把他们推到一个这样子的道路上，就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满足他的欲望，他正当的手段，满足不了自己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一个不正当的手段，所以青少年的这个犯罪率增长了4倍，然后监狱里的人增长了5倍，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讲啊，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是越来越高啊，那么他们懂得就是越来越多，应该是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文明的啊，越来越文明。但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就是发展，所谓的发展是物质的发展啊，另外一个就是忽略了精神的发展，以后呢，精神就是扭曲了啊，然后它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啊，精神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最可怕。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说的话啊，做的事情啊，都是以精神来决定的啊。就是我们的内心来决定，那么这个扭曲了以后，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啊，就很多人在社会上就是出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然后呢，就这些人就越来越没有啊，英国、美国都是有非常确切的数据啊，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不知道要下降，最后到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啊？一直都在下降。从来没有看到过它增长，所以我们今天啊，现代人就是越来越没有幸福感啊，不仅是美国、英国啊，就是全球，似乎是全球所有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这个明显的数据的地方的这些幸福感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是往上增长，啊，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啊，或者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第一个，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发展的规律，这个我们不知道啊。第二个，我们不了解啊，金钱或者是物质，这个我们不了解，因为这两个不了解的情况下啊，然后我们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的道路，这个不知道，这个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无明啊，无明，我们不了解物质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愚昧的啊，所以我们也就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愚蠢的事情，所以这个不了解的啊，这叫做佛教里面这叫做无明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啊，它的发展的规律啊，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啊，我们的精神，不是像我们让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根本不是，它像自己怎么像自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我们一直都在跟着它走啊，不是我们的精神是跟着我们走啊，不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啊。都是非常的喜欢这个攀比啊，攀比，那为了攀比，或者是为了达到这个虚荣的目标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加班再加班，加班再加班，就是把一生的这个啊，尤其是年轻时候的这些精力啊，所有都就投到这个当中啊。现在就是有一个流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啊。就是说，40岁之前啊，我们啊用名去卖钱啊，40岁以后用钱去卖名啊，说的对呀。40岁之前呢，不断的加班啊，然后呢，身体都搞垮了啊，每天都熬夜不休息，然后呢，经常吃这些垃圾食品啊，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很郁闷啊，焦虑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这个冷漠冷淡啊，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精神对这个身体的影响非常大的啊，所以身体都是亚健康。那40岁以后呢，也许赚到了一点钱啊，但是这个时候钱啊，那用到什么地方呢？啊，还是回去又要去卖啊名回来，一个这样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可悲的。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板啊，他写的啊。这个书里面有一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啊，
他是什么样子呢？他在这个之前啊，他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他有一次去体检的时候啊，医生就告诉他，他已经是癌症晚期，只有3个月的时间，只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他就把快速的把公司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交代完毕，然后呢，他就静下来了。他在这个当医生宣布他只有3个月的那一天，他就开始写一本书，他就开始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说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在这一生当中这一辈子当中我真正的这个过了人的生活的这个时光是就这3个月医生说你已经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就是真正过这个人的生活的这时间就这3个月在这个之前呢，从来也没有去陪过家人从来没有轻松一下从来没有过过这种轻松自由的这个生活一直都是加班加班加班。那3个月以后呢，这些都是知道是没有用了只有就闲下来以后呢，就跟家里的人一起出去到海边走一走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坐一坐呀，然后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来给他告别来了。西方的就是这种风俗，告别的时候跟他们就聊一聊过去的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呢，一些过去的这些事情呢，就先想，这才是真正是人的生活。他说我真正这一辈子当中，这个过人的生活就这3个月。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以后如果有这样子写一本书的话，可能。也许是这样子，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但是呢，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力量，把所有人就推到一个方向，不能不这样子只能这样子往前走，因为这个生活就是像一个跑步机一样，在这个上面必须要这个速度一定要跟得上跑步机的速度，如果这跟不上，那就是要摔倒了，所以是无形的力量那么这个无形的力量大家知道吗？欲望欲望这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这是无形的力量。那么这个无形的力量，这个欲望是从哪里来的呢？本身我们普通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是呢，最大的欲望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什么样子当然现代文明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非常先进的非常真正的文明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是什么是不断的刺激人心各种各样的准确的不准确的这些手段去刺激人的物欲，然后人们不断的去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去消费，消费再生产，生产再消费这个就是现代文明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就刺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个欲望然后这个无形的欲望呢，把所有的人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整个社会就是推到一个这样子的道路上想回头也是没有办法回头的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欲望有可能是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什么需求也没有了，那么没有办法发展的但是呢，所谓的发展真正的它的定义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全球的人都是这样子，越来越没有幸福感了如果我们这个16世纪时候的这种价值观是对是对的，是准确的话，那么应该我们今天应该非常幸福应该是这个幸福指数应该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这个就是事实告诉我，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物质是越来越丰富，这个我们看得见但是幸福感越来越下降，这个也是科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数据来说话的那么这当中呢，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原来
不是这样子。过去的，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时的人可能是这样子的啊，有可能这个时候啊，就是因为西方宗教的原因呢，或者是的这个历史的原因啊，人们就是经历过一个不怎么寻常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段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世纪的啊西方的这个黑暗的这个时期，嗯。啊，那个刚刚从那个结束的时候呢，人们就是从这个不吃不喝当中放出来的时候的阶段，也许是这样。这个时候人会对幸福有这样子的定义，这个我们完全理解，嗯，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是应该去寻找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难道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幸福感是越来越下降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有数据的，嗯，科学的证据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这个是全球很多的科学家的所有人的啊数据，这个研究的数据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很多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研究的结果都说物质跟这个幸福感在某种程度上啊是有一点这个关系，嗯，比如说我们多有一点钱啊，那就是有点这个安全感，嗯，然后就有点点幸福感啊，但是呢，绝大多数就是80%左右，或者是85%左右的幸福是跟这个财富是没有关系的，嗯，所以。啊，就有一本书，台湾有一本书叫做，出的书的这个题目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啊，穷得只剩下钱，嗯，那这个我们过去的这种啊观念来讲，这个题目这个啊是很矛盾的，怎么可能有钱怎么可能是穷呢？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不理解，但是其实啊，过去的这种想法。的确是这样子，有钱不是穷啊，有钱啊就是很富裕的，嗯，但是呢，现在看来啊不是这样子。什么叫做富裕呢？富裕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新世纪啊，我们对富裕也要有一个新的啊定义，贫穷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义，幸福也有一个新的定义，嗯，人类已经发展了，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定义啊。都已经是在几百年前，四五百年前，嗯，这样子的话，这个啊，我们的思维就跟不上啊，然后思维跟不上了以后呢，物质已经很发达，思维这种的理念观念，嗯，跟不上这个物质的发展。这个时候呢，物质不但是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而且反过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啊，是这样。这时候是需要一个新的。观念，我们啊，并不是说不需要物质，物质肯定是需要，没有物质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嗯，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尺度啊，有一个尺度，如果没有这种尺度的话，那物质会翻过来，让我们啊更加的这个痛苦，不会有带来幸福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没有信仰了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追求啊。只追求眼前的这个啊，这个幸福。那么眼前的幸福是什么啊？我们又认为是物质的享受啊。那么物质享受现在该有的都有了啊，比如说一个人该有的都有，嗯，但是这个物质根本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啊。那么这个人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啊？啊，那这个人的这个活着的意义啊？那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重新考虑啊！啊，不信宗教，这个可以是自己的选择，嗯。但是呢，这时候心里很空虚啊，就是精神上的这种空虚啊。各位一定要知道，精神上的空虚是远远超过物质的缺乏啊，这个痛苦啊。物质缺乏的地方啊，很多人是非常开心的啊。过得很快乐的，嗯，他们没有因为缺乏物质而痛苦而得抑郁症，嗯，没有这样子，嗯。世界卫生
足职和实捷银行啊，它有一个预测，它是说啊，不久的将来，抑郁症啊就变成啊全球公众的最大的健康问题。21世纪三大杀手级别的这个疾病，三个是什么？一是艾滋病啊，第二就是癌症，第三就是啊这个抑郁症。第三是抑郁症，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又说啊啊，这个24世纪自杀就会这个变成人类的第三大死因啊，第三大死因，那么自杀的这个80%啊是抑郁症。那我们当我们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有抑郁症吗？没有这么多的抑郁症。那么美国在40年当中啊，这个抑郁症这个增长了10倍，40年当中增长了10倍。他们当初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患者的平均的年龄就是29岁，40年以后呢，平均的年龄是14岁，也就是说9岁10岁的小孩啊也有抑郁症。今天的抑郁症啊，它不仅是有睡不着啊，不想跟人沟通啊，不仅是这样子，完全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啊，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所以精神上，这些都是精神上的空虚啊，精神的空虚所带来的痛苦啊，物质的空虚。如果当然了，比如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啊，生存温饱最低的限度啊，都达不到，那么人就没办法生存，肯定会死的。只要能够达到这个底线的话啊，在这个基础上，虽然是物质很缺乏啊，但是它不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啊，不会导致的。这个时候，因为他还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时候，尤其是这时候呢，对钱财啊有一个过高的这种期望啊，心里总是有一种希望，所以他不会走这条极端的路。但是有钱了以后的这种空虚啊，就是一个这样子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啊，我们刚刚从这个从刚刚这个房间放出来的阶段，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之后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当初的我们的想法是，只要我填饱肚子啊，那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没有别的，这个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填饱了肚子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有你想过吗？没有想过。我们觉得填饱肚子以后是什么？就是幸福，很幸福的，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啊。其实就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大家要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啊，这资料都是讲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二，我们的确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那么第三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的话，那我们今天也不能说既然物质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话，那我就不追求幸福了我们不会这样子说，我们还是会去寻找另外一种方式去追求幸福。那幸福它来自于什么？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选择刚才美国新闻这个周刊的这个杂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如果选择不选择金钱我们选择幸福的话那应该这个做法是什么样子呢？方法什么样子呢？那就是早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对佛教徒的这个生活原则提供了4个字，这叫做少欲知足少欲知足，知足常乐这种说法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早以前也有，祖先也感觉到了这一点。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之前都讲得很清楚了啊，他没有说我们要断绝所有的欲望啊，这个我们啊作为一个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但是他说什么呢？少欲啊，不是说断绝欲望，就是减少欲望啊，减少欲望。减少欲望，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如果我们不减少欲望的话，那各位一定要知道，减少欲望和不减少欲望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呢，它的后果啊，不是自己的选择，它的后果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啊。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不选择少欲知足，那么它的后果一定是痛苦。一定会是痛苦，这一点可以完全是可以断言断定一定是痛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这个原理我们可以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第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幸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外在的这些物质刺激我们的这个感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获取的感受叫做幸福比如说我们吃饭喝水这个穿衣服吃喝玩乐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但是这种快乐它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物质不断的这个刺激我们的感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官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外面的东西就有一种新鲜感这个时候是快乐的，刺激的时候是快乐，他的感受是快乐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会这种新鲜感慢慢的会消失的。这个时候的刺激是什么呢？就是麻木没有什么痛苦，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再往后通过这种物质来刺激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心烦烦躁，这个时候是烦躁。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有钱吃喝用什么都不缺有名都有我们世俗的人所向往的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呢脾气就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暴躁，越来越狂躁根本就没有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就安心。比如说小孩2岁的小孩或者是1岁的小孩他饿的时候会苦的但是呢吃到东西以后呢他非常的感觉舒服了，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需求就睡着了或者是不哭怪怪的在这个地方待着但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物质来刺激自己的感官，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安心的，就像一个婴儿一样的就待这样子吗？不是的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刺激反而让我们更心烦这样子。所以物质的从物质刺激感官的这种寻找幸福的方式如果没有超越它的界限的话，在一定的范围当中可以获得幸福快乐这个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呢超越了这个量就是这个尺度，如果没有把握的话，那就是超越了这个界限以后呢，然后就不是这个时候就不是幸福了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也会说吃东西吃腻了穿什么衣服穿腻了，不想穿，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比如说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的大脑到底可以开发多少已经开发了多少，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功能，我们不知道，科学家也不知道，今天还没有揭开这个谜那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世界精神也是这样，它到底怎么样会发展在这个之后它又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啊。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当我们没有好的房子的时候，就住在一个郊区的一个非常简陋的这个房子的当中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城里的比较好的这个电梯公寓的时候啊，我们会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一栋这样子的房子的话，那我在这一辈子当中我就不需要换房子了，我已经是满意了。我已经是心满意足啊，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考虑真的我有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他根本没有考虑。嗯，那这个人就是为了啊，为了这栋房子啊，他就是的、啊、就这个就奋斗了很长时间啊，加班再加班再加班，奋斗了很长时间啊，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然后呢就是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房子。嗯，那么这个之后呢，就是在一年两年啊，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当中呢，他会觉得很好啊啊，然后一两年以后啊，他就慢慢的会就失去啊这种快乐的幸福的感受啊，他慢慢会失去。嗯，然后这个时候啊，他的欲望啊，他的胃口就更大了，不是以前的这种想法啊。这时候呢，因为他的很多的同事过去都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我们都在这个小区买房子，大家都住在。那么现在呢，一个一个的搬出去，他们都买了更好的房子了啊，有些是别墅啊，有些是更好的这个啊，比现在他的好的小区里面啊。那个时候呢，就我一个人没有办，就在住在这地方啊，这时候就心里开始就不幸福了啊。当初的这个房子让他很幸福啊，那现在呢，他这个房子不但不能让他幸福，反而让他痛苦啊，痛苦。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当初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房子呀有新鲜感啊。这个我们这里面的有几个心态是非常重要，这个必须要知道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啊幸福感都建立在啊一个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这个是很肯定的。嗯，然后呢，所有的满足感都建立在新鲜感的基础上，比如说这朵花啊。它可以维持三天或者五天都是这样子新鲜啊，我喜欢。嗯，然后有一天它开始啊不新鲜啊，这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种啊满足感啊，这个时候呢对它没有这种新鲜感的时候，然后也没有满足感啊。这三个啊，幸福感、满足感、新鲜感啊，这三个是先后有联系的。嗯，然后我们必须要知道，任何一个物质啊，这个天底下宇宙间的任何一个物质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新鲜感啊，都是有局限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下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物质是永远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新鲜感的，没有的啊。包括是一个人啊，也不是吗？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家庭啊，两个人都是很相爱的，家庭非常的和睦的啊。然后呢，过了一年两年以后，吵架呀，离婚呢，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当初的这种感觉。对物质也是这样子，任何一个东西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内心的变化啊。这个心理学家也没有知道，西方的这个哲学啊。上面呢，有些时候偶尔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话，但是讲的不是透彻，真正的非常透彻的啊，讲这个是什么书？就是佛书啊，释迦牟尼佛才是真正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人类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变化啊，它变化也有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啊，佛就是非常清楚这个规律，嗯。佛教的是非常透彻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佛教的任何一本书啊，不需要太大的书，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本书，叫做《亲友书》啊，《亲友书》。《亲友书》是什么？为什么叫《亲友书》呢？
由清的由，也就是由清的由啊，清幽属。当初有一位这个佛教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学者或者是一个修行人，叫做龙树菩萨，龙树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他的非常好的朋友是什么呢？是当时的印度的一个国王印度的一个国王。那么他们两个是朋友，然后呢龙树菩萨写信给他的朋友给他的朋友写信以写信的方式告诉他一些事情，所以叫做清幽术。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就一个很小的一个论点我们看看这本书里面他讲的虽然是这个快2000年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看来他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的新鲜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过失这样子。这是不是龙树菩萨讲的，而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传达给这个国王这样子。这个当中讲得很清楚了任何一个物质这天下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物质都不能永远给我们带来新鲜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审美疲劳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时候呢，它不能满足我不能满足我的时候，这东西不满足我的时候呢那就我不要这东西了但是呢我一定会追求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这东西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一定会追求另外一个东西人生很短就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就会走完在冰川上就是演最后一个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不满抱怨仇恨这样子的心态去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不适当的控制一下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话，那么真的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根本感觉不到幸福所以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不要选这个虚荣就要选真正的自己的生活生活才是我们需要的，虚荣是不需要的其实我们肉体的这个需求是非常简单的肉体的需求只要他给他解决这个基本的温饱以后呢，他的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更多的更复杂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精神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为了面子呀，为了这个为了那个，然后就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其实这些根本不需要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不懂得自己的欲望那这样子以后呢，真的是很痛苦的。西方的思想当中西方的文化当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自己这个不会理解这东西的话，那就是有些东西呢，这个过了以后呢，还是会让人很痛苦的，很折磨人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发展是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个过了以后那就不是了那没有痛苦发展有什么用呢？没有幸福发展有什么用呢？我人都根本我的，比如说，尤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唯一的追求就是幸福那么我幸福都没有了，那发展有什么用呢？我发展来干什么？不就是这一生当中走了以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身体就变成了这个尘土就回归到大自然当中，那我人整个人都结束了，那么发展对我是有什么用？对
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尤其是啊，感觉不到幸福，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呢。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不要为了虚荣啊，就是要为了生活啊，这个人生真的是不能糊涂了啊，不能选错，就这么一个啊，比如说不信佛的人啊，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呢，那就是生命就这一次了。那么这一次当中呢，就糊涂了，根本就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啊，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给我带来幸福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整个人的一生啊，不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就根本就是感觉不到一个幸福啊，这个是很可悲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温饱的问题啊，以及基本的这个需求啊，解决了以后啊，物质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啊，控制一下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生活的水平不能提得太高了啊。为什么生活的水平提得太高了以后呢，绝对会生活的这个质量会降低的，生活质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生活水平高了以后，生活的品质也会高，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生活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矛盾的东西。为什么生活的水平是什么意思？就是用物质来衡量啊，物质的拥有的多少来衡量它的高和低啊。那么物质拥有越要多，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是越多。要付出很多呀，这些物质不是天上降下来的啊，所以要付出很多。付出多了以后呢，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加班再加班，除了正常的这个8个小时的工作以外，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打到这个当中去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成本呢啊。这所有的时间，我们很多人都就喜欢说啊，我的时间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啊。其实我们所有人的时间不是美金来，是以生命来计算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到明天今天明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一年过去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少了365天了。就是这时间，一年的时间啊，是等于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365天。这不是美金的事情啊，只是以生命来计算的啊。所以把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时间就搭到这个当中去，那么真的活的意义是什么啊？如果他有信仰的人啊，那他会说，我虽然这一生当中很苦啊，辛苦，但是我愿意。为什么呢？我为了长远的幸福，我宁愿啊牺牲我眼前的一些幸福啊，这个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啊。但是呢，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这种情况啊，眼前没有就没有了。那么所有东西都搭到这当中去了，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物质在累积以后呢啊，那这个是用来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一条路是真的很重要了啊。不学佛也可以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个佛教徒的立场讲，完全是可以理解，你不信佛是可以的啊。自古以来不是所有人都是信佛的，不是所有人都是学佛的啊，都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我觉得更加的重要。这时候呢，我们的把这个跑步机的速度应该调慢一点啊。它的速度调慢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走的这个速度也可以慢一点啊。那么我们的这速度可以慢，那么我们飞的这个力气也可以减少一点啊。不需要费这么多的力气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轻松啊，自由，真正的人的幸福啊。
人的这种幸福是不是在这种高速度的这个高压力的这种生活上感觉到的啊，而是人轻松自由的时候才感觉到幸福，才感觉到幸福。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的是轻松啊，自由啊，这样子的时间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啊。所以啊，所以要减啊，这个减少我们的欲望啊。如果要轻松自由啊，要降低适当的降低一下生活的水平，那么需要什么呢？一切都要从内心开始呀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啊是有一个强大的欲望啊，然后让我们啊减少这个外面的这些物质，这不可能的啊。我们的意识它不会接受的，不会接受。它不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所有都是表面的工程，根本就是没有意思的。环境的污染啊，能源的消耗啊，这一切都是要重新从内心当中啊就做出这些事情。现在要需要啊，需要比如说环保也是一样啊。如果要环保，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我们要过低碳的生活啊，或者是简单生活。简单生活这个国外有30多个国家当中在推广这个简单生活啊。所谓的简单生活是什么呢？过得并不是说过得要贫穷啊，而是过得简单一点，不要这么的复杂啊。物质的东西不要拥有的，这些没有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不要，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虚荣啊，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不要虚荣，就这个意思，简单生活啊。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欲望，减少欲望才能够我不虚荣啊。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矛盾的东西，大家发现没有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说要这个环保低碳啊，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用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来刺激，不断的刺激我们的欲望啊。那这两个本来是矛盾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两个一起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强大的力量啊，这个欲望出来了以后呢，低碳呢、简单呢，都不可能的，不会的。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从内心当中啊，要减少一下这个欲望啊，我们需要的啊，真正的这个肉体上需要的这些东西都不能没有啊，这是人的基本的需求，都需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需求啊，是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这个物质，第一个需求啊，第二个需求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第三个需求就是需要有一个 愉快的心情，就这三个是我们的基本的需求啊。那这三个需求都是建立在什么？就在这个轻松自在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轻松不自在，这种高度的这种高压生活啊，这么这个这个节奏这么快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心情愉快，没有时间了啊。然后呢，没有办法身体健康，这个没有办法了。物质有可以，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如果我们用物质来满足我的这个欲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幸福，那么永远都是死路一条啊！这是完全是一个死胡同，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需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啊。这样子，那么首先是要减少欲望啊，减少欲望。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推到啊这个中世纪啊，或者是在之前呢，不，并不是说这样子。但是现代人的现代都市生活，同样的是一个都市生活，但是呢，也有办法啊，这种生活就是过简单一点啊，这个是有这种办法。那如果要减少这个欲望，那怎么减少呢？那用什么样的建议？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啊，要树立一个另外一种价值观啊。
另外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啊，在这个之前的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认为金钱啊是高于一切啊，金钱是高于一切啊，所以就是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啊，这是理所当然，连小孩啊都有这种啊都有这种想法啊，这种想法啊就是从本质上要啊。要做一个调整啊，钱啊，金钱啊，没有，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不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不是高于一切啊，不是高于一切，比金钱更重要的还有啊，还有别的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们人是精神和物质的综合体，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啊。就把这两个生活失去了平衡，尤其是现在这样子严重的这个失去平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感觉不到幸福，所以这个要达到一个平衡，至少要达到一个平衡。那这个平衡那怎么做，就是要需要新的认识啊，对物质的对金钱的新的认识啊，对精神的这个啊，对精神生活也要新的认识，对幸福有新的定义，寻找幸福也有新的定义，对贫穷也有新的定义新的认识啊，对富裕也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定义啊，全新的这个树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啊，在这个价值观上面呢，然后我们可以完成少欲知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这个完成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多出来很多的时间多出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啊，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更有意义，跟全社会、全人类啊，从佛教的角度讲的话，全生命啊有意义的事情，我可以做啊。如果没有这种讲，那我为了赚钱以外啊，我还什么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机会了，就是我就赚钱啊，人完全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啊，除了这个以外，我没有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这不就很可悲吗？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寻找幸福啊这方面呢，我想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这个人生哲学当中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方法啊。但是这个不等于你学佛，你信释迦牟尼佛的宗教啊。啊，心当然是非常好了，有信仰没有信仰这个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全球的这些科学家这个研究的这个幸福指数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有信仰的这个群体和没有信仰群体这个幸福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信仰的这个人群的幸福指数远远啊高于这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信仰不信仰是大家自己考虑啊。但是呢，我们寻找一个幸福的方式，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幸福的方式，我们在现代文明当中呢，啊，已经是找不到了。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找传统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儒释道就是传统文化。道家、儒家有用的有效的方法，他们能够提供的话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呢，佛教里面呢，它完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方式啊，生存的方式，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如果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希望啊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到底在说什么啊。其实我们啊很多人就这么多年对佛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误解啊，佛教是消极啊，佛教是悲观啊，啊，其实佛教是迷信呢，甚至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不是消极，它是一个非常对这个生活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这个啊人生观啊，非常积极的人生观。这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么我的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了。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令一批真人本事今天南京王龙这八年
这边做连着啊做二手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红